东沙青山宫，伫东头家纪委公司、红利公司，伫葫芦岛维姆西新北中心宫，恭喜迎来，欢迎国家高级医疗宫环宫管理委员会主委委员李林南。几位公司恭喜迎来，几位公司伫红梅公司葫芦岛维姆西新北中心宫，全体董事长致辞一堂，欢迎李林南院长、管理委员会全体委员李林南院长、姜院长、台山马祖伦家家人。诚心诚意，恭迎圣驾，恭迎圣驾。